哇，给你龟儿扳手，不得了！哦哟，这个河里海里的抢哦，今天满恩哥一个人买个鸡，准备啷个川味版的霸王别姬来吃一扳手，我明天把它处理了。再给它洗一扳手，开水澡哦。烫好了，把这坨壳给它撕一扳手。这个龟脚起有点重哦，死皮这么多，死。洗干净，再给它宰一扳手。冷水下锅，焯一扳手水，鸡肉也弄下去给它焯一扳手。 葱来一扳手，花椒来一扳手，姜来一扳手，黄椒来一扳手，再给它焯一扳手，锅盖盖一扳手，焯差不多了，捞一扳手，焯好水洗干净啊，准备给它焯一扳手，差不多了，给它焯一扳手，豆瓣酱来一扳手，加点水，再给它焖一扳手。 差不多了，配菜给来一扳手，要焯一扳手。这锅真的太有食欲了，吃一扳手，蘸点姜姜。哇，口感鲜。这道霸王别姬味道非常不错，关键道菜我做一个集中间。小伙伴们在屋头弄的时候，一定要边煮边吃，还可以下点土壤狗血在后，哎，太巴适了。